栅不好吗？四栅炸不了，他那是纯栅，我们是加赖子的栅，加赖子的栅炸不过纯栅。纯栅是比如说我现在有两个赖子加两个钩，他现在出了四个十，是不是带赖子的四个十，那么我们四个钩是管不上的，明白没？理解了没？明白个屁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吧，你不好好说，上来直接就干。这人没带防御天赋，直接就照他锤。如果带防御天赋就不能那么打了。我也不推，我看你这兵你吃不吃？不吃，插眼儿去，吃着狗。一看这样可能是打野来了，等我们升个三级啊，二级不行，二级打俩打不了，三级打两个可以试试。我们把线卡在这里，他既吃不到兵，我们的小兵还多，对面打野过来赶口我们，我们就仗着小兵把对面打野杀了。这波塔下可以让他打一打，不行，打不死，血有点多，不好杀。铁男阿甲猴会怎么样？阿甲猴就控大呗。真猥琐呀，哎，对，我们就一直在这控着，就把线放在这里，爱打不打，不打就拉倒，打我就耗你血。车补了一下吧，等兵线出来这波啊，慢慢补。这波他起了杀心，知道吧？他如果没杀心的话，直接跑他是死不了的，他非得跟我回头反锤。
真肉啊，打不动，算了，回去了。出了三个部件，一百点了，护甲一百点 ，100 了。是不是不好打了？是呀，不过他没有多少血，虽然他有大我没大。不控线了，提亚马特控不住了，放回来点就行了。他指定得出反甲，回家他就出反甲。出反甲也没用，我这边没闪现，他也没闪现，我们大着他他就死。反甲了吧，哎，这都能拉着我，砸啥呢？这么多人呢，啊，人挺多呀！哎呦我操！卡萨丁给我 A 死了，要不然还能换个狮子狗。哎呀，饼干没吃走，这饼干，整个饼干这波好像是双杀了。我再能扛住一下就好了，我 QE 马上出来。E 呢？ E 死了，没 E 出来就死了。没有吸地，刚才。几层了？他的塔皮我一层没吃着。他这塔皮啊，我一层都没吃着，真是塔下战神。等个12秒吧，把他杀了。7秒，当他兴致勃勃地走过来，我们就把他杀了。放第一个扣吧，把第一扣放了好了。我想等他放 R， 我们再交 W 的，这样能卡他一个视野。卡他一种抬手动作，
别刷屏啊。操！哎呀，我的禁言呢，这玩意儿。没事，死不了，问题不大。现在怎么禁个言还得要原因的呀？哎，这斗鱼。垃圾广告、不正当言论、言语攻击、恶意其他，带节奏啊！那一顿刷屏，谢谢哈尼的飞机，谢谢为什么好多人叫喝你啊？喝你，还挺疼。你知道塔下怎么死吗，兄弟？小瘫了。来，我不想开大杀他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点烦人了呀，这狮子狗啊，有点讨人厌了呀。吃你个红没问题吧？不行吗？吃你个红，我不仅吃红，我还吃石头蝇、石甲虫。这铁男把谁给关里头了？皎月吗？100块钱。把高地上了，狮子狗，你别让我看见你啊！你居然不上我身，也对，哎呀，毕竟皎月啊杀的人比我们多，那没办法，那铁男太怂了，那铁男不66个刀，没人吗？这投降了还是挂机了？
要这种时候啊，我们家打的峡谷先锋，我以为对面的呢。开矿开矿，这铁男的英雄，我操了，这真是真他妈恶心。一点攻击力不要啊，就锁着甲荆棘背心布甲还多蓝盾二十来点法强打不过。嗯，不过也确实人家单挑也没这不一样，性质不一样，这属于性质问题，英雄特点。我来了，一个人，你瞅他什么装备，你们自己看他什么装备，你瞅他给我打的。我刚第一时间想放 W 没放出来，所以我的建议还是给他办了。我个人的建议是别打这玩意儿，太恶心。带线儿去，破败你就出啥你打不动，不是说你打不过他，打不动，你打不动他，他打得动你，你脆了。我没出黑切也是，我要出黑切能好一点。你他妈搁这看谁呢，谁让你看了啊，谁让你瞅了，我就没明白了，还要抢我蛤蟆，我打在这打个蛤蟆你有意见啊。哟，这个一技能他能转配技啊，我是没想到的，这狮子狗转配技了。裸破败能打过，裸破败也打不过。他一个小破布甲鞋，一个小破金鸡背心，加一个小破面具，就这么三个破装备，加起来不到3000块钱。他能转配技，我是没想到的。人家的转配技一会儿这倒行。点烟了，安是 double 了，我是没想到的呀，兄弟，你能安是 double， 我看你怎么个安是 double， 你给我瞎当，还安是 double。
这鱼估计被反了。那你是真不会看游戏。真他妈的肉。真诱我，翻呢？咋翻呢？这怎么翻盘啊？这没法翻的，这上哪翻去？这种上路，再让他。